那之前跟着找不到，这骨头你今天多几看，哇，这是好，这是老骨，这是骨头，咱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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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
我们现在在体会那个带人怎么走，怎么走路。哎呀，我骑骆驼去做生意。好的，三斤三张，啊，啊，三张账。一个一个账哈。啊，对。没有。在前面去。哎，再来两位，中午好。哎，两位，来。哎，别，别，别。这边可以关。啊，不会。哦。啊。叫我老公，哎，回。那个三叠。啊，上面怎么绕一圈呢？在那边。好，绕一圈呢。啊。不是在上面吗？对啊，你不是绕一圈吗？啊。你不是绕上去吗？啊。对啊。你们不滑沙，不玩摩托车，好，我们就不去了。好好好好好。滑沙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嗯，滑下去啊！好好好好。等一下啊！啊！哎呀，你说是哦？哎呀，喂！来，再来，最后发挥，换一个。快去，给他擦了啊！蒙面女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准备好了啊！好，好，乖乖的站好。小姐，好好注意一下了，屋里人漂不漂亮？我在想什么？但是可能在山中看一下还好看。另外，我在想那个电瓶车，可能没走那个，要扎我走。那个精神好漂亮。哎呦，扶电车下去照一张，好爽。
全是老头。对，他们说是一样的。哎，怎么是我们那边？哎。那个昆明两个车都收得很。哎，他们可能在前面。那我儿王杰也是，你坐了他那个高一些，你坐了。管他妈的，你听，这还弄不出来。哦，现在些骆驼，这还是啥子？感觉好，也都是玩儿。姐姐，上课了。你用录音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录音档才好看呐、啊。小米啷大的哦？华山要爬上去呀、啊，要走上去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要去华山嘛。哦，不要去，我在哪家等你？我在人家等你就好啊。哎呀，你赶紧抢啊！啊，有啊。哦。哦。我把那两个绿草这个扫死了，全骆驼都全部停了，我们都扒上去，那不是越野山？啊，还有一坡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这沙滩的。哇，好壮观啊！哦，蔚为壮观啊！这里呢就是龙家山的滑沙场，那这里就是滑沙。哦，那边是滑沙的，大哥就滑沙。我这滑沙不滑了。哦，他滑的有点侧了，万一滑偏了啊？对头。小姐。他沙的滑吗？坐那个搓机。哦。你滑上去才舒服。各位，你们两个去嘛？哦。这样去，这样去，这是不是大哥？哇，你满身都是沙。哎，不是，他那看着自己学要去。是。他这是爬山车，这个月有摩托车。哎呦，现在那个骆驼。走上去滑下来。骆驼，这。他走路上去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要爬上去呀、啊。出来再爬。天梯上。啊、哦，走天梯上滑下来啊！哦，他在下面等我们哈。哦，我再问几位，你们是下山还是下上？那我们在这边待着啊。完了。我们这边滑沙了。完了。要啦。慧君要对不对？不要。要啦，年轻人不要。就跟溜冰一样啊。好。穿好了啊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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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好了啊，帅哥，大姐抓好了啊，好跳。
对，不划算的就下。这是。想要拍照的把脸上的脖子拿下来，口罩拿下来，口罩脖子拿下来，在这边给大家拍照了。哦，走这边比较刺激哦。啊？哎呀，好像不好走哎。走这边比较刺激哦。你放轻松。啊？放轻松啊。看下看山脚，小可脚尾小可冷冷的。冷冷吗？嘿呀。
个手机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掉下去了。一定捡不到啊，沙那么山怎么捡到？嗯。在哪里呀？没捡。啊，我录个影了，电都没有了，好多两个电池啊。在那个树旁边，在下了骆驼以后，走300米。然后骆驼就还你。啊，对。我你要给他带走，带走走啊。骑回去啊。啊。空中。十点没有？为啥？啊。十点。我在骑骆驼，你在跟人开视频啊？亲爱的游客朋友，欢迎您南京灵山高铁站。哎，那我走那一团的呀，很快的。他们走在前面，因为我们照相照了那么久。很好的选择。我景区热场为您提供直升机、动力滑翔机、空中游览服务。俗话说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您乘坐直升机、滑翔机，在天上看敦煌，鸣沙山的波澜壮阔，月牙泉的美丽神奇，惟妙惟肖的八卦图，婀娜多姿的神女峰，巍峨的祁连雪山，绚丽的沙漠绿洲，尽收眼底，您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来吧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乘坐直升机、滑翔机空中游览，畅游鸣沙山，请到天上。这个相机有没有照几张相？怎么这么低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你本来就拿的那个，欢迎乘坐直升机、滑翔机空中游览。不是，你们一起下去那讲，一起看有没有拿裤子洗澡的。Thank you.
进来。等一下。哦，都是分手的呢。哎，不是，大家，大家帮着要玩吗？好，没办法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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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